茵茵的秘密武器来了，来什么米呀嘞？我每天运动前也可以喝，或者是运动后也可以喝，就是要喝 M2 超能奶昔。哎，它真的超棒，非常有名。对，因为它你也知道对不对？知道姐姐，哦，姐姐代言的没错，因为它是韩国呢体重管理中心研发的窈窕体控配方。它厉害在哪？因为它里面的成分我觉得非常喜欢，里面有藤黄果，可以帮你控制食物，就是不要吸收这么多。基本上我已经过关，好喝对不对？很好喝，很好喝。对对对，你这个是芒果凤梨，嗯，对不对？看这颜色看不出来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它有非常多口味，像台啤呀，它有很多款香蕉哎。是草莓吗？草莓蔓越莓，这是最新口味，这非常好喝。然后里面有魔芋纤维，这个东西非常棒，就是让你不要想吃东西，喝了能够有饱足感。饱足感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有纤维嘛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里面还有乳酸菌，一定要让你的肠子里面有很多的好菌，所以才会让排泄很顺畅。因为有时候女生不觉得怎么瘦，肚子都还是大大的。对，哎，宿便呐，要把它排出来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对对。然后草莓蔓越莓的口味里面。很好，对不对？它喝起来像果汁，就对，很像你喝的饮料的感觉。对你来讲，应该没有东西是不好吃的。有啦，无糖无糖的就不好喝。我们还是有在分的，还是会有。为什么 Amanda 那个比较深色啊？我这是奶茶，很好喝，而且味道很浓哎，味道口味的。它还有果肉哎，有对不对？有果肉。里面还有饮料一样，对，里面有含优那个优蛋白，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，是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可以喝的，因为它把乳糖跟比如脂肪都已经去除掉，所以我觉得是没有疑虑的。然后还有丰富的酵素，使用来教我们一下吧。好，我来教你们，就打开，然后这一包热量低于100卡，而且比一碗白饭的热量还要低。对，然后我一餐就会用这个来代替，我觉得。比较让我觉得没有负担啦。它是用泡的，泡的冷水泡就可以了。对，冷水，尽量用冷水，不要热水，因为热水它里面的蛋白就是凝固。哦，对，就变倒灰。没错，呀呀呀呀呀呀 ！shake 单单这个摇的过程就臭了啦。真的，而且它杯子好可爱的颜色，就是可以打开喝。它是嘴巴这样可以打开，我都直接这样喝。哦。非常多种口味是吧？这个颜色又不一样，对，又有草莓，又有草莓的梨芒果，还有一个很好吃，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叫吃甜点的那个感觉，是那个薄荷巧克力。哦 ，My God， 好像可以做到薄荷巧克力，好像是冰淇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有那个口感，但是却不是巧克力的热量。对，还有丰富的水果酵素、蔬果的酵素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天里面吃到非常非常多种酵素，它里面大概有将近80种，然后还有维生素、矿物质，这些都是很重要，我可以补充非常多的营养，才不会掉头发。OK， 对啊，好喝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超能奶昔，而且帮助代谢又超好喝，好，参考一下，好吧？谢谢康茵茵老师。